我们学一下没、没有加动词，表示过去动作未做、未完成。没、没有加动词。你看一看，没、没有加动词。服务员说，我查一下，十分钟左右。查，查，这是查的意思。查，查，你读一读。好，请你查一下李明的电话号码是多少。请你查一下李明的电话号码是多少。很好，李明的电话号码是13500000000。